好，现在已经刚刚已经用这个超能妙管家的植萃洗衣皂先洗好袜袜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对，把它先用清水再搓搓，小帮手真的很棒棒哦。好，搓干净，好，先放旁边。那另外一角，这个是自己清洗，搓搓搓。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做家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们家的袜子本来就没有跟衣服一起洗，通常都是洗堆了三天的袜子呢再统一再洗，那使用这个的部分就可以请小朋友自己手洗起来就很方便了。